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寄送的第八首。我与无量业业刹，种种供养诸佛海，如彼修行所得果，如是庄严入贤界。这首偈前面三句都是说佛的行因啊，佛所行的你也都能够做到了。末后一句是讲果德了，祈福等同如来。在这首偈里头，我们要学的就是拓开心量啊！你看这经上所说的，我与无量业业刹，种种供养诸佛海，我们今天的心量太小了。在这个世界迷失了自信，不知道真心本性是量州杀界啊，心包太虚啊，不知道随着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心量啊变得这么样的小，小到无法容忍，可怜可悲到极处啊！这个状况自己要负责任了。啊，那么在一家里面，父子不能包容。啊，父亲看不惯儿子，儿子也看不惯父亲，兄弟不能包容。甚至于夫妻不能包容啊！今天我们讲这些话，诸位同学印象都很深刻，为什么呢？这个事实真相你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甚至于有些同学说这个发生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家庭当中，家族之中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答案在佛经里头啊。佛告诉我们，这一家人是怎么回事呢？啊，佛讲啊，四种关系，这是四种语言呢，四种关系啊，变成一家人呐。啊，这四种关系，头一种报恩的。报恩来的，我们俗话常讲啊，孝子贤孙呐、啊。啊，虽然外面有不善的影响，他也会受啊，但是他那个根不坏。啊，前世的这个根深蒂固啊！啊，会把这个报恩的心冲淡。减弱，他还是报恩。啊，他对于父母依旧是孝养。这第一种啊，第二种啊，报怨，报怨是过去生中的冤家对头，他投胎到你家来了，啊，来干什么呢？来报仇的，来报怨的，啊，长大之后为非作歹。一定要搞得你家破人亡，他来报复的呀！啊，所以佛菩萨连世间这些圣贤都常常劝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结了冤仇啊，这个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动乱？啊，生活在现代的世间，我们常常听到啊，人心惶惶。没有安全感呢，这什么原因？众业感召啊，这个业不是善业，恶业啊，无量劫来啊，累积的恶业，哎呀，今天发作了，要麻烦大了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报恩的人少了，报怨的人多了，就造成整个社会也不好的风气。第三种呢，来还债的，啊，还债是这个小孩过去生中啊欠父母的。他这一生来啊，赚了钱来养自己的父母啊，但是啊，没有孝敬的心啊，对父母并没有恭敬心，但是对父母的生活照顾很周到。我们这一看起来哦，这是还债的。第四种是讨债的，父母前世欠他的，他来讨债的，啊，所以我们常讲讨债鬼呀，啊，啊，讨债呢，看父母欠他的多少，如果欠的多，
他大概活的时间长。如果欠的少呢，他几年就走了。你费了心血，费了金钱去养他，还没有成人他就走了，死了，来讨债的。要不是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呐。佛在经上把这个关系跟我们讲得清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的人熟人都是这四种关系这四种关系有浅深不相同。如果不是这四种关系，对面也不会打招呼，也不会相识，叫陌生人呐。所以我们在马路上走，看到许许多多人，陌生呢，没有这个四种关系啊。看到有个人，他见你笑笑，跟你点点头，那都是有关系的。过去生中有善缘，缘很浅，一生当中也许就这一面，点头微笑一下，也会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人瞪着眼睛，对你的表情很不好，很讨厌你，不欢喜你，也是个陌生人，可能这一生当中也只遇到这么一次。缘非常浅，人与人，人与一切无动物之物你遇到了，总跟前世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的时候，哪有这种缘分呢？这些理事因果，只有佛法讲的透彻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恩，不要报完就没有了希望恩义要生生世世保持怨恨怨仇，希望这一生能化解我欠别人的债应当还别人欠我的算了，不要计较了。我们能够这样看，这智慧生了，这是智慧能放下，那是功夫那就是此地讲的修行我们要学诸佛菩萨学什么呢？学供养。普贤大愿里面给我们讲的广修供养那个广，无量意义差了尽心尽力供养供养的福比布施的福殊胜太多了实在讲呢，这两个形象非常接近。布施跟供养在表面上看，形式上看完全相同，用心不相同用真诚恭敬心布施，那就是供养
布施里头没有真诚恭敬心，那叫布施。啊，所以四相上一样啊，果报上有很大的差别。啊，修供养是化身菩萨，是诸佛如来；修布施得六道的福报，啊，得这个十法界里面的福报，通常我们讲九法界。啊，没有办法，其如一真法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啊，净土法门我们所祈求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开张明义就告诉我们了，贤尊普贤菩萨之德，这一句话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西方极乐世界修什么？修普贤菩萨法。普贤菩萨法这十二个纲领，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所以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不修普贤菩萨法，就不相应了。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是个问号啊！啊，没有办法肯定啊。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你都能普贤菩萨这个十愿相应，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决定往生啊！啊，那你就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用恭敬心对待，礼敬诸佛吗？啊，那个诸佛里头包括无情，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我们这一生呢，用真诚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啊。啊，这一生时间并不长啊。几十年寒暑啊，啊，能够勤学不疲不厌不中断，我们取得西方极乐世界永恒的幸福。如果在现前这短短几十年当中你疏忽了啊，这个机会呀你就错过了啊。称赞如来，我讲的很多，称赞别人的善行善事，别人不善之处
决定不放在自己心上。啊，放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就错了。你的身像一个容器一样啊，啊，这个杯子是个容器啊。把别人肮脏东西不善放在这个里面，你的亏吃大了，把你的心清净心染污了啊！你的清净心为什么变得这么脏这么浊污，里面装的全是一切众生的不善。诸佛菩萨聪明呢，不做这个傻事啊！啊，口里面说别人的不善，口吐浊物，啊，现在的世间人。粗心大意，他也许听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鬼神灵敏啊，鬼神厌弃你啊。那佛菩萨就更不说了，远离你了啊。如果你要是有智慧，你要是聪明，我的心只装一切众生的善啊，绝不装一切众生的恶，我的心就变成纯善了啊。口里面的言语是赞叹别人的善行善事啊，那佛经上的口吐莲花了。你看这个东西都在自己一念的觉迷啊，你的心善言善不但人敬你，鬼神尊敬你，诸佛菩萨欢喜啊。供养范围非常广大，啊，财供养，啊，以财物帮助苦难众生，啊，他有迫切的需要啊，帮助他了。佛在经教上教给我们四事供养，第一个是饮食，他缺乏饮食；第二个是衣服啊，他没有得穿，要布施衣物；第三个是卧具啊，他晚上睡眠不好啊，害冻啊。第四个，他有病，你要布施他医药。这是人生活在世间呢，这是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要常常想到，常常顾到啊！啊，尽心尽力去做啊！布施的对象
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看到他有需要，以恭敬心、诚恳的心去帮助他了。普贤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种财布施，纵然是以大千世界切宝布施，都不如法布施。所以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财供养里面，这些物质布施供养的外财，我自己亲身照顾他们，这是内财布施啊。现在我们讲的做义工啊，道场有义工，贫苦的人家到人家家庭里面去做义工，帮助他。许哲居士一生干这个事情，他在新加坡，我听说现在还帮助20多个家庭，是新加坡最贫苦的家庭。他做义工啊，他天天去看他们呢，看看他们有没有吃的，有没有穿的，如果生病的，他陪他们一起去看医生。这个是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功德比外财布施还要殊胜。但是我们在经教里面明白过来了，布施供养里面法布施、法供养最重要啊！法供养是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转恶为善。他为什么受这些贫穷苦难呢？过去生中没修福啊，所以过得这么苦啊。纵然你以财物来帮助他，你只能帮助一时啊，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一辈子啊。那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教他，要劝导他。年岁如果太大了，到70老80了，这个时候受很多苦难，没吃的，没穿的，你叫他学东西，他学不来了。在这个环境里面呢，那最好是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劝他忏悔过去这一生当中所造的业障啊，他这一生当中没修福啊，他要修福，晚年的时候怎么会遭遇这样的苦？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如果不是这样照顾他，我们布施供养做得不圆满呢。如果他还年轻，
啊，像孤儿院里头被遗弃的这些儿童，很可怜的。啊，他年岁小啊，他可以教啊。啊，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他。如果自己有能力，有这个缘分，样样具足，最好是办学校。啊，学校里面对于这些苦难的儿童，不但不收学费，学校还能够养他。啊，他住在学校里。啊，我这个念头啊，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得来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年岁小啊，十几岁啊，流亡学生啊，战乱里头没有学校念书啊。跟家里头失去联络了，也没有经济来源了。啊，那个时候政府做了一桩好事情，把这些学生呢统统召集起来，国家办学校。这个学校是公费，啊，就像军队一样，每一个学生有一份口粮。啊，吃的、穿的、居住的，一切生活，国家拿的钱呢？啊，这公费呀，国家来养这些儿童。啊，老师全心全力照顾我们，老师是我们的父母啊。同学是兄弟姐妹呀，我们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头啊，对于清寒贫苦的这些学生，应该这样照顾。那现在学校没有这个公费呀，啊，但是。这个世间呢，善心的人很多，啊，有能力做好事的人很多，学校可以把这个状况，啊，公布给社会，让社会慈心人士领养，用这个方法，啊，比如我这个学校，我收十个学生、二十个学生，啊，有这些。慈善人士啊，他负责养一个或者是养两个，啊，一个人这一年的费用多少？这是个好办法，能做得到啊！啊，学校里面盖一栋宿舍，啊，给这些。孤苦伶仃的这个学生呢，让他们居住，啊，由老师来辅导他们，啊，往往他们读书比一般学生更精进，为什么呢？他知道将来自己一定要独立啊，否则的话他不能谋生，学校毕业出去之后怎么办呢？没人养他了。一定要发奋努力读书啊！老师义务在那个地方辅导他们，发布施啊！啊，这些领养的人财布施啊，帮助社会解决问题。
啊，自己如果有能力，啊，特别是宗教团体，啊，以宗教的力量来办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专门收贫苦的学生，啊，宗教的信徒捐献作为学校里面的经费，啊，那么这个学校就等于是公费了，啊，使这些孤苦伶仃的儿童不至于失学，能够受到好的教育，这是助供养中啊最善的供养啊。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是奖学金啊，我们的奖学金有两种，一种等于是象征性的，鼓励学生勤学啊，这个奖学金数量不多啊，另外一种真正清寒没有能力深学啊，他高中毕业了，有能力读大学，没有经济的支援，我们可以帮助他啊，帮助他完成大学的学业啊，这个大学四年啊，包括他生活费用啊跟这个学费啊，这个是救济贫苦啊，啊，以真诚恭敬心来修的时候，这就是也是供养诸佛啊，一切众生呢皆是未来诸佛。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我们用真诚恭敬心来帮助他啊，我们想到一切诸佛如来他们在没有成佛之前生生世世他们干这些事啊，我们要学习啊，纵然没有能力啊，我们有的财富，我自己生活很艰难，我们这个念头不中断，我有心呐，啊，谚语里的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是没有心我也常常修福，希望将来自己有福报的时候，我的心愿都能够落实。所以，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报，不要紧。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方法，现在修来得及啊。我26岁闻道佛法，啊，非常难得，啊，遇到张家大师，他就把这些道理方法教给我，我相信，我依教奉行的，努力去做啊。26岁开始懂得修福，懂得布施供养，啊，我真干了，啊，到我40岁的时候，
我在物质生活上就不缺乏了，就改善了。四十岁以后，越来越好啊！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殊胜啊！不但物质生活没缺乏了啊，还有多余的，还能够帮助许许多多需要的众生。那我帮助的呢，我是学印光法师，所有一切同学们的供养，我通通做法布施印经印佛像，印善书都做了这个除这个之外，那是很少部分，不是医药放生我这一生呢，布施供养里头就做这三桩事情因为力量很薄弱那么到真的到七十岁之后啊，才有力量啊，做奖学金帮助贫苦的年轻人完成学业才有这么一点力量在从前没有我们读这个就晓得要学如彼修行所得故这个彼是诸佛如来如是庄严如显现的你通通都见到了你见到是你通通都学到了把诸佛如来所修的你也能够如法修行成就自己果德这个果德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体认清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奉献的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不为自己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自利的念头我这个身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的没有自己活在这个世间是活在世间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为一切众生服务这就是供养我们的服务尽心尽力只要尽心尽力那就是供养那就不是布施了布施未必尽心尽力尽心尽力是供养
身是供养啊，心是供养啊，啊，念念想的是一切众生，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如何帮助一切诸佛正法久住，那正法久住用什么方法呢？只有一个方法，儒教修行呢，把诸佛如来啊、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用我这个身体表现出来，这是正法久住啊。我天天在讲台上讲，讲了我自己做不到，这个法不能救助，自己一定要做到。啊，我学会一句，这一句我就要落实；学会两句，这两句要落实。啊，学会真诚，我就用真诚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我学到了，我学会了清净，那我在一切环境当中，我决定不染污。这个不染污就是不受环境的影响。那就是不染污啊，身心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啊。现在人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不受一切诱惑啊，那就是不受染污啊。这一桩事情做起来难呐、啊，但是有方法，天天读佛经，天天听佛经，啊，时时刻刻呢，让佛菩萨提醒自己，啊，为什么呢？自己的烦恼习气实在讲太重太重了，啊，古人讲的话讲得好啊。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呐！啊，这个意思讲呢，你三天不读圣贤书啊，你的样子很难看呐！啊，你的毛病习气都现前了。所以，我们是凡夫啊，而且并不是立根上智、中下根性的人。自己要肯定自己，那熏习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啊！天天用圣贤书来熏习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烦恼习气才现行哦。一读圣贤书，把它压下去了。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我上一次到新几内亚，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区。啊，当地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啊，我见到这些宗教的领导人。我劝导他们最好宗教能够团结合作啊，团结合作力量就大了，办一所学校啊，从幼稚园办到大学，慢慢的办，先办幼稚园，
随着学生年龄慢慢长大了，啊，接着再办小学，啊，小学六年了，啊，毕业了再办中学，啊，中学学生毕业了再办大学，啊，分成好几个阶段来办，啊，准备十年或者十五年、二十年，这个学校成就，慢慢来，在经济上的时候就不会有困难。啊，学生怎么个教法呢？我们一定要有重点。啊，我给他提供的意见是，幼稚园、小学着重在伦理道德的学习，扎根呐。啊，初中、高中这个六年，着重在技能的训练。他有一技之长，将来离开学校，不能再升学了，他在社会上可以谋生呐。他能够生活下去，能够改善他的生活环境，啊，改善他的生活品质，啊，大学呢，培养专门学术的人才，啊，培养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啊领导的人才。我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这个宗教对社会那有真正的贡献了，这都是属于种种供养诸佛海。啊，那么今天世界的动乱根源是什么？根源是我们疏忽了伦理道德的教学。啊，古时候在中国，这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从秦统一，啊，秦统一很快就被汉灭掉了，啊，楚汉灭掉了，啊，汉建国一直到今天，这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长治久安呢，靠什么？靠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现在中国社会啊动乱，动乱的原因是什么？是最近一百年，我们把伦理道德的教学疏忽了。啊，迷信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啊，工商业。疏忽了伦理道德，啊，那么科技发展了，工商业发展了，啊，经济起来了，道德沦落了，啊，这样造成社会动乱不安呐，啊，纵然人富起来了，富而不乐。富而不乐的社会呀，不如贫而乐啊！啊，所以这几年我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我听到不少人怀念毛泽东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安定，啊，真正是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为什么？每个人都穷，啊，怀念那个时候的社会安定啊！
人心安定，苦是苦一点啊。啊，现在虽然是富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啊，不如那个时代啊。啊，由此可知，伦理道德的教学比科学技术重要多了。人能够从小接受伦理道德的教学，一辈子不会做坏事情，一辈子能够啊守住自己的良心，啊，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个成就就不可思议。好，现在时间到了。